流传百年的晋江蟹黄汤包是其中的经典。复杂考究的用料，以蟹黄和蟹肉为主，遵循古制，汤包的褶皱多达32个。蒸汽的热力将食材的精华融入汤中，包裹着滚烫汁水的面皮，其薄如纸，韧度惊人。面皮的秘密掌握在制作者的手中，这种中国式的绝活不仅考验着厨师，也挑战着食客。